小料学了，先来个小羊肠的。哇，你尝一口吧。老嫩了。哎妈，好烫！这个也是羊肠，这是羊肚。最后一回了，你不尝尝吗？谢谢。我能不吃了吧？今天咱们来个血肠，感觉我吃的过瘾了，记得往我脸上戳两下子啊！感谢。超嫩。都是肉，干啥？你明白不干啥？咱们先来个圈圈肠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都是肉。看嘛，这香不香？哎呀妈！你啥眼神呢？哎呀，太过瘾，太解压了。你干啥呢？妈，我要吃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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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给妈擦嘴巴。好嘞，谢谢大儿。你擦了个寂寞的。对，这个小爱的不会擦。跟阿姨们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拜拜。羊包肉头一次吃，还挺好吃的。对，也挺。快点来个雪肠，哎妈！哎妈，成烫了。来个捆肠，煮完肉，太烫了，羊脑子。
还冒着烟呢，又是一个特别烫的系列。今天咱们简简单单来一盘。嗯，前两天好多人都说不熟，这次是真熟了，贼嫩。就得吃这种热热乎乎的才香呢。哎呀，包一个生菜。